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比赛两边排出来的先发阵容。菲律宾大学这边排出来是 Noah Webb、James Spencer、Kobe Paris、John Mansell Sr. 还有 Brad and Cooney。那国立体育大学这边排出来的则是陈俊南、苏志成、李家康、陈伟珍以及蓝少辅。你看菲律宾大学这边的六号 Kobe Paris 是今天相当值得注意的一个球员哦，等马上就一个翻身的抛投，没有进来，适应到一些空间上的一些问题。对。哇 ，Kobe Perry 这个分球漂亮。刚就有讲过，这边有很多的球权是来自于 Kobe Perry 这个球员的身上。对，传出来是一个失误，前面没有防守球员了，四打一的快攻哦。好球！哇，还有制造一个 N one 的机会，这边也是顺利的打出一个 N one。哇，这边 Equity。开赛他们守到四分四三的一个区域的联防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在菲律宾在破解这个联防，其实我认为他是破解的非常好。我们比了一下，陈俊南再给出来，把这个假动作是成功的，骗到这个抛投是直接吃掉。哎，龟泰 ，Jabronica。非常好的效率啊！一上场马上就帮助球队注入两分的进攻了。那边再给到 Kobe Paris， 切入在分球，哇，这球是滑了一下，好球！哇 ，Kobe Paris 是一个垫，也得到了一个球员的优秀奖。对，相当漂亮的一个球员哦。他其实，在有190多公分的身高，然后又那么高的感觉，那可是确实是可以在篮下这样子反手直接把它吃掉。是。他刚这个后撤的出手是有点急了一点，真的。其实刚刚应该都还可以再多做几波传球，其实蛮可惜的。有的给出来中距离，啊，这边也是一上来就一颗都弹进去了，最后又再弹出来。Javier Gomez， 这边直接拔起来出手。陈一伦这一个三分是向后走了一个动作，马上就是找寻到一个三分出手一个机会。啊，这边是防守交代没有交代清楚哦。持续进制造自己的队友很多的一些外线的一些出手的机会。不过国体今天这边学弟没办法拿分的时候，他也势必要扛起得分的一个重任。对。啊，这边球再点了一下，球权掌握回来，球给到是。再给出来哦，还没有 Gomez 这个切入的，啊，这边又是一次的防守沟通没有做。禁区里面是林正在做一个协防啊，也是利用到一个抛投制造自己的得分机会。对，啊，不过林正这一球是打得相当的漂亮。还没有 Gomez 在外线持球，啊，这边空档出现，三分球拔起来。没有十号的 David， 啊，这边球被断掉了。啊，这一球处理也相当漂亮啊。是，而且非常聪明啊，知道正面会有。给了 Equity。哇，这一球是直接让他找到一个空档啊，球力道大了。前面又是一个三打二的快攻机会，哇！切入了上来，没有放进。不过 Kobe Paris 是直接补。Kobe Paris 这球切入分球很快，哇！这个哦，哇哦！这边一个假传真切，再给到了蓝少辅在篮底下，漂亮的两分放进。所以他这用他们的个人突破，的确。毕竟这一节的外线命中率来的比较不好的，这边选择直接拔起来出手弹了两下，还是弹进，这也是蛮典型。所以我们刚刚上一波的攻击，其实国体大其实在外围的导传导的是非常久啊。对，他在刚刚三分线的空档力道一样小了，啊，前面又有快攻机会了，背后十号的 David Morrow。Kobe Perry 又要来表演了。对，啊，这边两个人撞成一团，前面是空掉了。
那这边已经被拉开到了16分差哦，国体这边要必须赶快止血。韩杰宇这一球三分球出手就是一个 air ball 被影响到了，但是陈一伦这边在底角这个三分空档就把握。那韩文公美这一球来回在底线跑了相当多趟哦，有点交代不清楚的感觉哦。我这一球还是在让他在中距离找，一出手就已经在比一个三分球了。哎，哇，这边 Aquita 就是摔在了地上，要让国体这边有一个三分外线的空档，而且把握下来。重要的一位球员，所以他在犯规的次数要非常小心啊。对，这边中距离直接扑上篮，一样力道大了，而且被林振影响到了。对。202攻我被点掉，这边要有快攻机会。韩杰宇这边比了一下，再反身把两分给放进。国体打了一这边三分线的出手力道短了。啊 ，Kobe Perry 这边又在做切入球，被碰了一下之后，球权还是掉到了菲律宾大学手上，而且这边是 Kobe Perry。再给到 Demi Morrow 这边球被扒掉。这边要有快攻机会，哇，这个背后传球好球，不过被 Kobe Perez 给碰了一下，干扰到。对，啊，这边 Jimmy Shaw 想要把球给到圆角，啊，这边球被挡了下来，还是在国体的手上，再给到前面的韩杰宇。好球，哇，林振这球好球，直接把埃普维泰给骗起来，制造自己得分，对，相当聪明哦。好 ，Kobe Perry 在其实第三、第四节看起来都是比较流于单打的情况哦。是，所以 Kobe Perry 啊 ，Kobe 这边给到 Kobe Perry， Kobe 这一球直接选择中距离拔起来的出手，这一球就把握住了。是，而且这打得非常有技，来给出来，苏志成。啊，这边切入是空掉了，好球！对，这边防守沟通又没有做好。是这一球是，Andrew Manson， 啊，这边把韩吉宇给骗了起来，因为这个跑投没有能够放进，不过篮底下的矮个子 JB 满天了，是捡到这个进攻篮板，而且补，所以林振把球给救了进去。哇，这一球又是直接被 Aquita 给拨。啊，这边是做一个挡人，有出现空档，不过这边三分外线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下来。比分九分差 ，Kobe Perry 这一球又是哇自己打自己抢，连续抢了两波。这根本，哇，这根本就是在用自己的运动能力在篮下打球啊。对，这是在菲律宾的防守。的策略来讲是比较略嫌稍慢的，对，因此出手的过程中都比较仓促了。对，那哈梅戈梅这一球在弧顶多了，是。那李佳康切入，再给到林振，中距离的出手，球把握住。菲律宾大学在我们佛光杯这一次比赛的第一场比赛，由76-6115分的差距成功了击败了国立体大。那这场比赛其实菲律宾大学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精彩的地方哦。